戏剧男神杨洋近期主演新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，更与剧中女主角王楚然爆出热恋消息。然而，在网络上人气最高的竟然不是男主角本人，而是特别演出的魏大勋。原著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段没有血缘关系的禁忌恋情，剧集版本则改编为魏大勋与妹妹的痴情。魏大勋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王楚然的哥哥，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，而他一直压抑着对妹妹的关爱。他的人设高冷多金，还戴着金色细框眼镜，加上身穿西装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像是霸道总裁一样。剧中魏大勋质问妹妹，为什么可以为了跟杨洋在一起，而不惜跟家庭决裂，却不愿意跟自己在一起？这段挑战禁忌的台词在全网掀起超高讨论，网友纷纷惊呼这个角色真的很值得，更大赞他帅气十足，人气直接飙涨不少。